你是冼阳医生？是啊，我是。觉不觉得有阵味？大家做嘢，收到。俾个位我。Ben Sir， 有料到，揾到部电话。通知郑 Sir， 收到。攞翻去 CSTCB 度解锁。收到。唔系啩？你皮肤干成咁嘅，唔系，即系车嚟买马屎，车埋唔讲。咩名堂啊，杯嘢？碌柚叶苏打，千蚊整俾你嘅。我都为你大步揽过而感到高兴。呢头嘢要饮噶，诶！不过其实咧，我都系谂，嗰两公婆点解会为咗佢自相残杀嘅？其实唔关佢事嘅，系安依林佢接受唔到佢两公婆复合唔到嘅事实啫。不过我冇谂过，冼阳会有幸杀人。呢件事唔多唔少都系因为起嘅。喂！咩啫？都关你事啫，系佢两个自己纠缠不清啫嘛，有冇叫佢哋杀人？总之系你当冇识过佢哋啊。系噶，如果我真系冇识过佢，可能成件事都冇变成咁。仲嚟系嘛？嚟嚟嚟，饮啦，过去啦，嚟嚟，饮啦，大步揽过啊。喂喂喂，等阵，咪谂呢杯喎，呢杯喎，呢杯先啱喎，特登照俾你，要饮晒噶。啊，饮杯。Thank you.
你是冼陽醫生？是啊，我是。直至我打开丝袋嗰一刻，我终于都找到答案。冼陽，第一眼我就被这个以为熟悉的面孔吸引住。后来我哋一次又一次咁遇上，你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原来我的创伤后遗症一路都冇离开过。我将一个陌生人当作已经过了生两年的董应伟。原来董应伟这一把手术刀一直都还放在我心里面，甚至乎这把刀还要害多了两个人。虽然我是没有杀到他们，但是他们的确是因为我而死，我不需要为他们的死负上任何的刑事责任。但是我知道他们会跟董应伟一样成为我身上的疤痕，而且会一直一直缠绕着我。朋友你们好，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现在无论是透过网站或者是 TVB Anywhere Plus 的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我们的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还未是我们用户的朋友，就快点 scan 这个 QR code 和我们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。各位 EPM 的观众，我是有份演出法政先锋六行全者的救赎的马冠东。我是有份演出法政先锋六行全者的救赎的戴祖儿。啲精华片段是不是好正呢？快啲 click 入下面条 link 去我哋欢乐 EPM like 同订阅，收看更多 TVB 的内容啦。